头发都翘起来了。我们其实呢，我们这么多一路来呢，就要来到这个 Ojek 海滩来看日出。希望天气 OK， 不过看起来还好像太多云了。不要紧，我们已经来到这里，就来这边欣赏这边的风景吧。哇，海很美嘞！在 Ojek Beach， Ojek 海滩。哦，这里的海滩很美。这是在最南部的一个地方。哦，应该是在退潮时间。希望能够看到日出。哦，哦 ，Helen， 这边的沙滩怎么样？很漂亮哦，另外一个天气，这边的沙很白，很溜，很软。哦，对对对，好像一个港湾。呜，没办法，看起来看不到日出，我们就要回去我们的酒店吃早餐了。Helen， 走吧，有点失望，看不到日出。吹海风也爽。啊，不过吹在这里吹海风，看这边的风景也是很漂亮，很爽。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私人的俱乐部的地方。在回酒店的路程中，看到了一个白沙滩，我们停下来看看。这一间的 resort 叫做 Dingle Bell Resort， 这里的白沙滩也是很漂亮。我们刚刚从Ojek 海滩回来就吃我们的那个酒店的早餐。今天的早餐蛮不错，有粥，有鱼。可以去直接来做鱼粥，多加一粒单身手蛋。来，我们开动吧。还有呢，就是 Helen 在酒店房间里面煮了一碗面，试试看泰国的那个方便面。我们就煮煮来吃吧。有老板。来，来。拜拜。拜拜 ，Koh Kood Island， 拜拜。OK， 再见了 ，Koh Kood Island， 我们下次再回来吧。坐了大约两小时的船程，终于到码头了。最喜欢吃就是街边的小贩的东西，很美味。
炸鸡ครับ炸鸡炸鸡炸鸡ครับ炸鸡自己 barbecue 自己烤这个又是什么呢看到煎水饺鱼盐香肠都在这里买单了啊有单了是吗这个就是在码头看到的那个煎饼有加蛋的我们就在半路中停车来吃一个午餐好像是鸭面鸭肉有鸡肉有鸭肉有鸡肉 OK本仔糕啊本仔糕是本仔糕这个是鱼皮吧是鱼皮猪皮猪皮哦讲错了是猪皮这是鸡肉的龟条这是鸡肉的龟条果条还有一只鸡腿你还可以加九层塔叶自己加免费的自己又加了苦瓜九层塔叶试试看吃的味道如何OK Helen 口味如何这是 卤鸡卤鸭还可以加苦瓜第一次看到有苦瓜的好像那个九层塔的叶子这么大叶你看有我也学会了很大叶很香是啊泰国的特色一定要试我们就是在这一家吃卤鸭卤鸡的面就在马路旁不过它的味道真的好吃我们现在下车休息一下看到有榴莲团结们都想来试试看泰国的榴莲金枕头味道如何谢谢榴莲干片一点点咸榴莲呢都以敲打为主听听里面的声音哦队友们讲说这里熟了这就是蛇皮果我是有吃过不过不大喜欢因为它比较涩一点哦、晚餐我们就在这间乃定西富吃这间乃定西富的食物真心推荐真的好吃每一道菜都美味可口
我们吃完晚餐过后，我们就过来拜四面佛。我们相信四面佛可以给予我们好运和保护。拜访四面佛的人常常会带来贡品，祈求健康、财富、事业上的成功，或者解决困难和问题。此外，四面佛也被视为一种文化符号，吸引许多游客前来参观和了解泰国宗教和文化。OK， 叶医生，今晚我们会住在 Bangkok City Hotel， 这 hotel 的房间是蛮不错的，给你们看看这里的环境。厕所还有 jacuzzi 的浴缸，是不错的。OK， 大家晚安，明天再见，拜。